散步散到这里，怎么这么多车啊？这里，哎，这是 Alan 吗？哟 ，Alan， 我操，这是你家吗？哇，你的车不错啊，怎么有两辆这个法拉利啊？一个红的，一个白的，这两个都是白的呀。一个奔驰，一个 Rolls Royce 吗？不一样的。哎，你这房子买来大概多少钱？现金付的差不多200万吧。看看1400万的房子什么样子。好香啊！这个我也有，这两个底气也不错。你现在这边是几个人住啊？本来就是我一个人，不过无聊嘛，所以我跟我工作一起的人，他们一起过来住。哎，这还有 Fabric， 一个金色，一个银色的，还有这个哑铃。举不动了。提醒大家一下，你今年多大？23岁。23岁啊，23岁，看你。20岁，大家学习一下。哇去，你一个人住这里不怕鬼吗？特别怕，同时说打游戏嘛。哇，这里跟个网吧的配置一样的。为什么不搞舞台呢？没地方吗？就看看你房间吧。行，好不香啊！来了就来了，看看你衣柜了。好，有两个。作为一个主理人来说，两个都用了。哇，他有两个衣柜。先看这个，介绍一下。哇，他有这个手表，百达翡丽的。抖音。